随便坐啊！张伟想食啲咩啊？小雨，我哋一斤牛肉，半斤高粱。大佬，家阵拍戏啊，究竟食啲咩啊？唔好意思，小雨哥，咁啊嚟两三碟，你店里边嘅捻手小菜，即系是但啦。咁啊嚟几碟是但啦，得啦。 唔知呢度一碟是但要多少银两咧？我哋身上一文钱都冇，结账嘅时候该怎么办？冇需烦恼，食饱先有力气谂办法。阿道具佬啊，其实你换咗块嘢成几个字噶啦，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听啊？块咗究竟值几多钱啫？四皮嘢！ 咁点都值4000蚊啩？都值4嚿水啦啩？唔系连4蚊都唔值啊！以我经验嚟睇咧，呢块系明朝嘅古玉，坚嘢嚟噶，我谂值40万咁上下啦。佢埋佢嚟啦，人要依计行事。老细，我哋就系闩门噶啦，唔该，埋单单先啦。 小雨哥，实不相瞒，我哋三兄弟都冇银两在身，但我哋并非无耻之徒，冇想过白吃白喝。你攞啲文房四宝出嚟，等我帮你提副对联放喺门口度，以我左光斗嘅亲笔墨宝，抵消呢一餐，可谓绰绰有余。唔系啊嘛，写几只字想埋单？小雨哥请息劳，不如就等在下留喺厨房做两天帮工。 此人对明朝一百八十度宫廷菜都略懂一二。玩嘢啊！而家食霸王餐，唔俾钱嘅话，我报个案。喂，我远想会抢林显文嘅。呢把龙泉宝剑，剑长三尺三，劲重六斤成，我系腥相如痴。我而家将我留低作为抵押，睇人偶银两嘅时候就翻嚟赎翻。以下如何？阿炳，报个案，拉到地，有人想揸把刀嘅剑啱法式。 唔使报警咁严重嘅，佢哋食啲乜嘢？入我数。还珠格格。2345，36443，8000243。 好三人，好，谢谢你们啦，谢谢你们，安排好一点啦，唉，麻烦你们啦，麻烦，好。喂，大妹，我跑晒啦，我叫酒店嗰边咧，即刻搵架车过嚟接我哋。仲有啊，我叫酒店嗰度咧，留翻张大台，等我同你今晚食晚饭嘅，送菜等你哋谂啦，费事我哋烦啊嘛，啊。客户啊，你睇一睇条数。 我由上火车计到落火车，计嚟计去计唔计，越计越重。你知唔知我哋凤鸣居冇做两个礼拜生意唔点几钱？但我同你计一计，以我哋凤鸣居一年嘅营业额嚟到计算，一日嘅生意大概系80000至80000蚊，灯油火蜡水电煤加埋40000-34000。我哋自己屋企人工可以唔出，但系凤鸣居其实嗰13个伙计一个崩都唔可以俾销人。 唔计OT，都16万3百。干货咧就可以摆下嘅，湿货最多都系摆1个礼拜。1个礼拜之后就要掉。我净系计我哋掉咗嗰啲货都33000。期间仲有3张台订咗，我哋要赔翻啲订俾人。嗰啲湿星数我唔同你计。上个礼拜啊，爸搬货嘅时候扭亲条腰，佢睇铁打个600，都系我电月出嚟签嘅啫。你知唔知我哋凤鸣居闩埋？ 唔做生意一日唔见几多钱？唔见咗，你谂唔要咩？系126300。你而家同我买2张头等火车飞上嚟，仲要喺酒店度 book 咗1围台俾我呢2个人食饭。呢条数我点计？哇！光雨山啊，真系我中意啊！我都中意啊！等咩啊？阿林攞埋啲水上车先，咁快翻嚟！喂，生！喂，生！喂，生！哎呀！ 喂，先生，你点啊？你有冇事啊？哎，冇事，冇事，冇事啫。哎。
嗱嗱嗱，你哋又唔听话，又唔守秩序啦，依家整跌人啦。下次再系咁咧，我行秘密通道出嚟噶啦。唔好意思啊，我啲 fans 整亲你边度，你仲痛唔痛啊？冇冇冇，唔痛唔痛啊！阿汪小姐，我哋粉丝嚟噶，我叫温慧泰啊，我中意你噶，哎，我老婆都好中意你噶，哎，我老婆咧就嚟生日啦，可唔可以录段片咧，祝佢生日快乐啊？冇问题。Sandy 啊，我哋赶时间噶。唔好意思啊 ，Terry， 我等阵会同剧组嗰边解释噶啦，两句啫，好快好快。哦，好啊好啊。温生，你老婆叫咩名啊？叫我洪德噶啦。OK。啊，准备啊，到咗机。Hello 阿洪，我是 Sandy 啊，我知道咧，你过几日就生日啦，咁我喺呢度祝你生日快乐，同你老公温温馨馨，白头到老，拜拜。多谢你啊，汪小姐，我老婆见到咧，一定开心死佢啊。唔使客气，但我赶住走啊，下次见啦。哦，系啦，走啦，走啦，我走先啦，下次要听话吓，各位，拜拜。啊，拜拜。记住俾心机读书啊，拜拜。死肥仔，睇你几时同你老婆离婚啊？仲有你哋啊，书又唔读，工又唔做，冇前途。班班神咧，真系。司机喺边啊？想救翻我啊？哦，一即刻搵你翻嚟啊！快啲啦！哎呀，开心得我啊！咁多嘢想报到阿汪二生嘅，幸运啦，唔怕搵唔到阿刘师傅啊个师兄啊！你睇，汪二生咧，仲同我拍一条片啊，祝我老婆生日快乐啊，几过瘾！舅父啊，可唔可以帮我 check 清楚嗰个师傅嘅地址咧？师傅，我哋仲有几耐开车？十分钟。Hello， 阿红，我系 Sandy 啊。我知道咧，你过几日就生日啦。好开心啊！诶，搵啦，搵啦，搵啦。喂，爽啊，快啦，迟啊，行啦，快啲啊，快啲啊，快啲啊！喺佛山咧就冇人唔识霞姐我嘅。整個片場有一半老闆都是跟我的，你們三兄弟剛剛在鄉下下來，人生路不熟，所以有些什麼呢就全部要問過我了，知不知道？我們聽到就應句吧，好不好？你們做什麼啊？是要搶粉的嗎？塊面白爛的。霞姐，不知道為什麼我看來的五臟六腑又如馬馬奔騰般，有種好奇怪嘅感覺。係啊，好似有股氣喺個胃入邊湧嚟湧去，想湧上嚟咁啊！係嘛？喂，你個樣就唔妥喎！我冇事啊，嚇！喂，你哋三條先搶粉，今日嘅人唔係行雲車路啊嘛？你而家睇緊嘅係 TVB USA 官方頻道。不想錯過更多精彩片段的，就快啲訂閱啦！